接下来关心这风台消息，这受到范娜比风台影响，宜兰县、花莲县、甲台东县目前已经宣布讲，今日暗时停止上班上课。另外，台北市鸟瞰缆车嘛全面停驶。这拜六礼拜这两天有真侪活动嘛拢延后，提醒民众若要出门参加，爱注意这活动敢有促销。包括这台北市政府今日下晡两点要踮咧自来水博物馆要举办的无车足快乐的活动是确定促销啊。另外，宜兰桃城乌石港本来今仔日要参观的西班牙安达鲁西亚号古船，嘛因为古船要避风台停伫个吉兰港，所以延期。也佫有东北角，即国家风景管理处要举办2020年卡达车逍遥游的活动，嘛延后一礼拜。也佫本来今仔日开始，即台北县石门国际风吹节嘛促销啊，延到26号，民众爱特别注意。